果然冇介紹錯啊！香港美麗酒店嘅 Cotton Tree Terrace 夠曬開陽闊落，同班 friend 喺度食下嘢傾下偈，一流啊！梗係啦，呢度主打傳統拿坡里 pizza， 仲有好多款口味任揀。晏晝喺度放鬆下，直頭好似去咗意大利咁啊！哇！呢、這個意式五士套餐咧，淨係前菜都有五款俾你揀啊，包括有布拉塔芝士、海撒沙律、意式炸海鮮拼盤、烤焗千層茄子。同埋我最中意嘅意大利番茄肉丸，嗱呢個肉丸咧就係全人手打噶，就係呢度嘅意大利大廚咧就係用咗媽媽嘅秘方咧去炮製而成，而且每日咧都係用人手打打打先可以打到咁靚，加上咧佢嘅肉嘅比例咧一半瘦肉一半用肥肉啊，咁個口感咧就更加豐富，而且有肉味得嚟，亦都有脂肪嘅香氣啊！我覺得個醬汁咧先至係靈魂啊，因為咧佢裏邊加咗洋葱啦、蒜蓉啦，仲有羅辣葉啦，好濃郁噶，咪你試下先。佢肉嘅質感咧係非常之扎實喎，好似好意大利咁啊！而家係咯，真係嚟到主菜 pizza 啦，拿坡里 pizza 嘅特色咧就個底比較薄，一般嚟講咧就係3mm 去到4mm 左右，而且係比較酥脆啊。而呢一度嘅面團咧，每日都係新鮮手工製作，亦都揾咗意大利嘅窯爐咧去烤焗，先可以做到呢個完美嘅口感噶。嗱，呢個套餐嘅 pizza 咧有七款可以揀嘅。今日咧就揀咗呢一款 Nocina 洛爾克 pizza， 咁你見到佢上面咧係用咗意大利香腸，同普通嘅香腸有乜分別呢？特別軟、特別濕潤嘅，最緊要係上面有黑松露片啊，新鮮烤噶，芝士咧係好軟淋淋啦，好似棉花咁啦，加埋個黑松露咧係可以令到咧嗰一個鹹香嘅風味咧更加突出喎。好，即係試埋呢個 Ferrari 嘅拿波里 pizza。佢就用咗 mozzarella cheese 啦，仲有呢個芥藍菜啦。因為芥藍菜係醃製咗嘅菜嚟噶嘛，咁佢有一個鹹香嘅風味咧，同埋真係中和到嗰個芝士同埋個腸嘅味道喎。除咗 pizza 揀意大利粉又得，有博洛尼亞意大利肉醬寬麵同埋羅馬風情嘅卡波尼亞意大利麵兩款可以揀。呢個卡波尼意粉咧係大廚根據傳統嘅食譜，用咗風乾豬面合肉同埋意大利綿羊芝士整噶，香味特別濃郁。香港美利酒店 Cotton Tree Terrace 意式五士套餐，原价327.8一位，抵食价买一送一，327.8两位，限量500套，咁着数，一 Q 益下啲 friend， 快啲嚟抢啊！